我要让所有的执法人员要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凡是违反宪法、违反科学上门来要给我消杀，要杀我的宠物猫，要想把我拉到方舱，我坚决要告诉你们宪法赋予我的权利，如果你们不执行要强行的话，我告诉你我有自卫的权利，你们上来你们就当垫背的吧。